你也别难过了，一般女孩子很难抵挡住这种诱惑，你有更好的选择。姑娘先别折腾了，二位找我什么目的直说吧。对不起，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支持我做这种事情，你们看错人了。看人真准。大爷，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？马冬什么？马冬梅。什么冬梅啊？马冬梅啊。马什么梅啊？行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。好嘞。你还好吗？这节节课。放心吧，不让一个人毁灭之前，必须先让其膨胀。我已经安排人去收拾他了，你再忍一忍。不过还好，他现在还不敢在学校里明目张胆的对你怎么样。喂喂喂，假的吗？假的。我袁华，我想问问你。所大学，我想跟你报同一所学校。以后你不要再打电话了，我怕夏洛误会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坐在车里了。是，我也已经1852天没有摸过方向盘了。我知道重考驾照对于你来说是个降维打击，我们一遍过，这是我们复出之路的第一步。着车。哎，不知道坐哪儿啊？快跑！5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？酒驾。酒驾，我最讨厌那酒驾的啊，你啊甭打算在我这儿。不教练，不是你听那胡说八道，我瞎说，那他喝多了。不是，我喝多了。教练别等他胡说八道，我现在开快车被吊销驾照。开快车一样也是我最讨厌的人啊。教练您定，你希望我是什么，我就是什么。把手松开行不行？我开了26年的车，别说是事故，就连那小小的剐蹭都没发生过。就凭我这人比较稳重啊，我最讨厌那说啊，没开几天车就觉得自己车技已经了不地了。教练，就好像教练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他曾经是。轮到你说话了吗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教练。我曾经什么呀你？你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呀、啊、你？没错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唱歌呢你？这开快车被吊销驾照的人，脑子都有病。看你这样就，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人，你还开快车？你开让我看看。我真开一个。
开呗。我这儿有副刹车呢。教练，我开的时候你最好别踩副刹车，会破坏极限状态的汽车平衡。你是什么人呢？五年来，终于有人肯跟我说，你可以开快车了。民用前驱车的起步需要在离合器的临界点把握左脚的力度，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抓地力。你到底什么人呢？你你马上就知道了，现场了。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啊，你就是一大傻子。